来焦点来关心，这马总统大姐马以南传出也卷入了太极双星弊案。检调发现，这剑客陈洪道去年8月曾获马以南的协助，商借达兴公司的场地，好遮掩太极双星是空壳公司的内幕。因此，检调怀疑了这陈洪道可能是透过赖素如才和马以南搭上线。然而，马以南表示，在新闻爆发前，他根本不晓得太极双星是什么，所以根本不可能有所谓的借场地。检调也将在近期约谈台北市长郝龙斌和前捷运局长赖时生，案情越演越烈。